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绵羊电影频道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电影是《无声救援》，一代默剧泰斗马歇马索的真实人生改编。他在二战时期投身拯救无数犹太孤儿，面对纳粹的屠杀，一场奉献生命也打不赢的战役，他认为真正的复仇不是同归于尽，而是活下去。真正的抵抗不是忧患恐惧，而是放声大笑。英文片名 Resistance， 我想更能传递他的反抗精神。战乱之时，用无声力量拯救多少失去笑容的人们。接下来会有剧透，不想被雷到的可以先看完电影再来看这部影片哦。希特勒正以种族优越主义在德国屠杀大量犹太人并向外征战，马歇身处法国的犹太裔面对纳粹打到家门前仍漠不关心。他活在自己的默剧世界，崇拜卓别林，每天穿着女佣内衣扮成小丑，没有观众，没人理解。爸爸质疑他为什么要这样要那样，他反问你为什么要去厕所，爸爸回不得不，因为身体很脏。艺术对马歇来说是他的人生，他的日常。马歇身边许多朋友致力安置从德国送来的犹太孤儿，但数量已超出人力负荷，马歇勉强被拉去帮忙。在同僚艾玛眼中，他是只在乎自己的自私鬼。送来的孩子们张着恐惧的眼睛不肯下车，他们目睹爸妈被抓走残害，成为一团血肉，小小世界已经粉碎，已经不知道能够相信谁。此时的马歇被眼前的现实震折，他无法再忽视同族深陷的无助。他用默剧瞬间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，他们暂时忘记痛苦，展开笑颜。这群孩子成了他的伯乐，从此他不再孤芳自赏，用无声默剧找回每个忘记笑容的人心。他的改变让大家感到欣慰，和艾玛之间萌芽情愫。很快的，二战爆发，法国沦陷，收容所已经不安全。他们开始教导孩子隐藏自己，隐藏所有犹太的印记，鼻息、说话、习惯、信仰，所有关于自己的一切。他们被迫剪下鬓发，躲藏教堂，像是虔诚的基督徒，用纯真坚定的眼神掩盖恐惧，若无其事唱着圣歌，一边听着看着其他被抓到的同族凄厉的惨叫，直到了无声息。某天艾玛和马歇安置孩子后遇上盘查，艾玛迅速反应激吻马歇，上演德国贵族小姐和平民小子爱得难分难舍的情节，才掩饰过去。这是他们第一次感到恐惧这么近。马歇受够了逃跟苟活的宿命，他决定正面迎击敌人，和哥哥艾玛等人到里昂加入地下反抗军大本营。纳粹为了压制，实施恐怖清查，用检举奖金利诱全民变县民，地毯式搜索所有犹太和反抗分子。马歇伪造护照的功力受到反抗军的重用，单独和军队长官外出接应志愿军。长官告诉他，你们被压迫者视为反叛者的象征，因为犹太人顽强的韧性，从埃及的奴役中获得自由，是所有压迫者惧怕的威胁。此时，另一头的反叛军基地随即被举报，遭到盖世太保巴比追杀。艾玛和姐姐米拉被捕，马歇哥哥幸运逃出，立刻通报。马歇兄弟俩在纳粹营外伺机要救出姐妹俩。纳粹变态拷问逼供其他人的下落，艾玛虽然坚决说不知道，但米拉崩溃哭喊绝对不能说出来。米拉成为牺牲者，他们在艾玛面前剥下姐姐的皮，死状凄惨，并控制艾玛带纳粹前去找出反抗军。为了保护其他人，不堪再经历纳粹的凌虐，他绝望地跳轨结束自己。前军一法被马歇抱住，趁乱带走艾玛。身心残破的艾玛已被仇恨占据，马歇告诉他，得知他被捕后，已有死也要复仇的想法。
但他领悟到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役。面对受洗脑根本不怕死的纳粹，你死我亡反而达到他们的目的，活着并拯救更多犹太人才是真正的复仇。于是兄弟俩和艾玛离开反抗军，回教堂带上部分孩子，翻越阿尔卑斯山到达瑞士净土。火车上又遇到纳粹检查哨，又遇上芭比。艾玛慌了，只要被认出会害死整团的孩子，她慌乱躲进厕所。马歇表明带孩子们去郊游，要他们愉快地大声唱歌，吸引芭比注意。芭比叫走马歇到车厢外厕所门口，离艾玛只有一道门的距离。她看马歇始终脸上挂着微笑，直问他：你在轻视我吗？马歇回答：在这个战乱的时代，总不能只交给孩子恐惧。这卸下刚为人父的芭比心防，放走了他们。一行人前往阿尔卑斯山，饥寒交迫，孩子们体力透支。芭比接到线报，无法忍受自己被糊弄，派大批军队誓言消灭他们。前有崖谷，后有追兵的情况下，只好带着孩子们纷纷跳崖。艾玛最终不幸伤重不治，也因为她的牺牲，孩子们终于踏入瑞士土地获救。在这片和平净土中，不必再恐惧迫害。逃离不是懦弱，活下去才有无限的可能。群居的社会里，比较是一种人性。有人说，有竞争才会有进步。要能承受别人的压力才不是烂草莓。社会上说书的人很多，不表示就适用在自己身上。自己的人生当然要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争气不是跟别人比，是让自己过得更有自信，更开心。坚强不是自我安慰，是让自己不需理会谩骂，更自在。真心的朋友不会伤害你，伤害你的人不会是朋友。跟不重要的人较劲只是浪费时间，重视那些重视你的人，时间本就该浪费在对的事物上。电影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内容请按下订阅，喜欢加分享，就这样咯，拜拜。